好啦，大家好啊，欢迎你嚟到呢协恩嘅 Batman Channel 啦。嗱，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题目啦。嗱，都颇长噶，总有 A B C D E F G 有七拍啦。OK， 咁好啦，嗱，事不宜迟啦，咁啊，先望一望嚟题目先啦，要啲时间讲噶，真系 OK。好啦，佢叫你 simplify 啦 ，A part 啊就呢个啦，就系三x y 再 over 翻十二个 x 三次 y 二次再减三 x y 二次啦，好事不宜迟，攞张单张纸出嚟先讲啦。嗱，时间关系科技佬先进噶，放定个 A part 喺度等你啦。条题目喺度吓，唔使企嚟企去悭啲时间啦。不过讲真咧，等一阵间我就会咧逐页逐页咁做一条俾你睇啦，逐 part 逐 part 逐页逐页咁伸字咁做俾你睇，唔使咁逼啊嘛，系嘛？所以 page one 做 A part，page two 做 B part， 如此类推咁样去啦，总共有七张纸去到 page seven。OK， 好嗱咁啊，先搞搞佢先啦。嗱，成条题目啊。佢就係抄題目啦，就係三 xy 就再 over 翻個十二嘅轉翻支筆先啊，係啦，就係十二嘅 x 三次 y 二次啦，就再減呢個嘅三 xy 二次。如果我哋继续做落去嘅时候咧，你俾我咧，我下边咧一定系抽金蚊 factor 啦，即系简单啲讲啦。减 O 嘅左右两边有啲乜嘢呢？我见到三四十二有三啦，有 x 啦，同埋有 y 二次。咁呢度亦都有三，有 x， 有 y 二次啦。咁所以不如我喺下边成个三x y 二次抽出，即系将共有嘅嘢抽出啦。剩翻落嚟嘅 S 括弧里边，咁啊前面抽晒三啊 x 啊 y 二次咧，剩翻就系三四十二，剩翻就系四。x 嘅 square 啦，就再减后面啦，成个 3xy 二次抽晒，咁咪剩翻减一咯。OK， 嗱咁啊，识得抽亦都识得 double check 啦，乘翻入去就系三四十二，就系十二个 x 三次 y 二次就系呢个啦，还原到啊。第二个尖嘴正负得负，就系负三 xy 二次，即系还原到呢个啦，咁咪即系 work 咯。OK， 咁啊分数先照画。咁啊，上面系咩嚟嘅呢？就系 3xy。咁而事实上啦，睇下有冇嘢约啦，上下应该有啲嘢约嘅。你唔难发现上面有 3xy 约走晒啦，下面有 3xy 约走晒啦。咁啊，当然就系约剩个y 度啦。咁所以其实终极答案啊，应该如无意外都呼之欲出㗎啦。咁就会系上面当然约走晒剩一啦，係咪？咁所以喺呢度啊轉翻好支筆線，嗱，約走曬剩翻一啦。咁所以終極答案啦，應該就係下面就係 y 再乘以四 x 嘅二次再減一啦，就再over 翻再分之一。嗱，你以為終極答案咧就出咗事噶啦，係嘛？你打井我就出事啊，因為呢度仲有嘢搞啊。咩叫做四 x 二次減一咧？咁其實你睇真啲啊，呢嚿嘢你可以睇成為咧嗱，不如我寫多步俾你啦。唉，我都唔跳步啦。嗱，呢嚿嘢咧你可以睇成為咧，我唔知你對 identity 敏唔敏感啊，恆等式。嗱，呢嚿嘢咧就會係二 x 成個二次咪變四 x 嘅二次咯，就再減呢個嘅。一二次啦，系咪啊？咁啊，就再分之一，咁啊，写足啲俾你啦，下次唔写咁足噶啦。咁所以下边咧应该系咩嚟嘅咧？就系、是、y 再乘以 a 加 b，a 减 b 啦，系咪啊？即系 a 二次减 b 二次啊，等于 a 减 b 乘 a 加 b。咁所以就系二 x 减一啦，就再乘以呢个嘅二 x 再加一。好啦，咁啊上面主分数线喺度啦，就分之一，咁就成件事搞掂咯噃。咁啊呢个就係 A part 答案啦 ,OK? 好，至于去到 B part 啦，咁啊攞张新嘅单子啦，留定条题目喺度㗎啦，佢就係 8x 二次呢嚿啦，就再减 2x 再减 15, 就 over 返 6x 二次减 7x 减3啦。咁啊做嘅时候抽题目先讲啦，就係 8x 嘅二次。就再減 2x 再減15啦，就再 over 翻。好啦，下面就係呢個嘅 6x 二次啦，就再減呢個嘅 7x 再減3。嗱，咁而事實上啦，如果你俾我做咧，我擺明就係攞計數機出嚟啦，就 formula 01啦，我會撳 A 位係 8，B 位係-2，C 位係-15。咁你唔難發現咧，呢撇嘢係咩嚟嘅咧？上面做 factorize 啦，即係因式分解啦，就係、2x 減3。就再乘以呢個嘅 4x 再加 5，OK？
咁好啦，下边啦噃。咁啊，拉翻个主训导线啦，下边一样啦。咁啊，下边系咩嚟嘅咧？咁啊，一样啦。呢撇嘢我用 formula 01啦，系嘛计数机 program 啦。咁所以 A 位系一 ，B 位系负七 ，C 位系负三。咁所以你出嚟咧，应该就系2x 减三计数机出嘅，再乘翻 3x， 再加一。嗱咁啊，你睇下上下有冇啲嘢约？我见到有啲嘢约啦，就系呢个 2x 减三啦，或者写好少少啊。就呢個啦，同埋仲有就係呢個 2x 減3約咗啦，咁啊約剩入邊1，咁即係乘1就使唔使理佢啦。咁所以最後終極答案咧都呼之欲出㗎啦，就會係呢個剩翻上邊就係 4x 再加5啦。好啦，二下邊，咁當然就會係咩嚟嘅咧？就會係呢個嘅 3x 再加1啦。嗱，呢個就係 B 派嘅答案啊！好，至於去到 C 派啦，開張新嘅紙啊，唔使咁逼啦 ，page 3啦，嗱，留定個題目喺度等你啦，就係2x 二次減 11x 加14，再 over 翻 25x 再減 6x 二次再減14。嗱咁啊，呢撇嘢抽個題目先講啦，咁我咧就會係2x 二次啦，就再減 11x 再加14，就再 over 翻。下面就會是這個的 25X 再減 6X 二次再減14。一般呢你對返曬啲 ABC 位啊，上面係冇嘢㗎，咁所以上面我照抄啦。咁啊減 11X 再加14。至於下面啊，你小心啲喇噃。下面你會見到呢一度呢，應該我哋放返呢個 X 二次行先啦，就係減 6X 嘅二次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到 x 啦，就係加25個 x。好啦，最後就係減14啦。如果你俾我啊，我就會我都提過你㗎啦，撳機之前呢最好就將個 A 位呢抽返個符號出嚟啦，個 A 位要係點啊，就係要係正數㗎嘛。咁所以其實呢，如果你俾我呢，我再做呢，我就會咁樣㗎啦。嘩，好得。上面我冇喐過，我照抄啦， 2x 嘅二次啦，再減11個 x 啦。就再加14，就再 over 翻下边。如果你俾我咧，我就会抽个符号出嚟啦。好啦，咁啊呢撇嘢就会系6x 嘅二次啦，咁啊正变负啦，就系 25x， 就再减啊变加啦，就系14。好啦，咁啊写翻好少少啦。咁而事實上，如果我哋再做落去嘅情況底下呢，咁不如我哋就將呢個符號呢寫到去最初中間嗰個部分啦，咁我擺返喺外邊啦，係咪？好啦，咁啊主份數先啊照樣喺呢度啦，咁我照拉喇噃。咁佢上面呢撇嘢係咩嚟嘅呢？聰明嘅你都知我想點㗎啦，呢個仲唔係 formula 01嘅數機 program 幫到你啦，咁所以 A 位係 2,B 位係負 11,C 位係14啦，咁所以你撳晒呢堆嘢，你唔難發現呢度呢上面計數機就會出 2x 減7啦，就再乘以就係 x 減 2,OK？ 咁而下面啦呢度啦，我就會撳呢撇嘢啦，就係 formula 01， 咁所以個 A 位係6啦 ，B 位係負 25 啦 ，C 位係 14，OK？咁啊喺呢一度啊就會係2x 再減 7,OK？ 就再乘返 3x 再減 2,OK？ 咁所以其實而家上下睇下有冇嘢約啦，應該都見到有喎，就係、2x 減7呢度有啦，呢度亦都有 2x 減7啦，上下約咗咪剩1囉。咁即係簡單啲講啦，乘1真係唔使理佢啦。咁所以其實終極答案應該都係呢個㗎啦。等我轉返支筆先啊，就會係等於好啦，個負喺呢度啦。好啦，上面就係 x 減 2， 就再 over 返。下面就係呢一個嘅 3x 減 2， 咁其實呢我自己一般呢如果咁嘅情況呢度有個負呢我會擺返上去上面嘅。咁所以真係點搞啊，我唔跳步俾你睇啦，好嗎？個負我擺上去上面啦。就係 x 減2喺度啦，係咪？咁而下面啊就係 over 翻個 3x 再減2。
咁而事實上啦，喺呢度兩個箭嘴抌翻入去啦，因為反正都一正一負噶啦，抌翻入去之後咧，你都係一正一負。咁所以其實咧，我就會抌埋佢入去咯。咁即係第二個箭嘴啦，你會睇到咧，負負一正啦，出翻個正二啦，係咪？好啦，第一個箭嘴就會出負 x， 咁啊先寫正後寫負啦，我自己個人習慣。OK， 咁啊最後就再 over 翻下邊就會係呢一個嘅3x 再減二。斷估呢個都係終極答案嚟㗎啦 ，OK 得唔得？好啦，至於去到 D part 啦，咁啊留定條題目喺度等你㗎啦，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4x 嘅二次減 5x y 再減 21y 二次，再 over 翻 5x 二次，再減 45y 二次 ，OK？ 咁啊，如果你俾我做啊，抽個題目先講啦，佢就會係轉翻支筆先啊，就係、是、4x 嘅二次啦，就再減 5xy。就再減21個嘅 y 二次，就再 over 翻，就係、是、5x 嘅二次啦，再減45個嘅 y 二次。嗱，如果你俾我做咧，呢、這個我會點搞呢？冇嘅，我喺下面啊，咁我就會呢度見到有5啦，有5945啦，即係有個5抽出啦。咁所以我會抽起咗個5先。剩翻落嚟嘅嘢喺括号里边就系、是、x 二次啦，就再减呢、這个5945就系九 y 嘅二次 ，OK？ 好啦，咁啊喺呢一度啊上边主分数线我就照画落去啦 ，OK？ 咁啊上边我冇做过任何嘢嘅，不如我就照得佢啦。咁所以呢度照得嘅话，即系四 x 嘅二次，就再减5 xy。就再減21個 y 二次 ，OK？ 嗱咁而事實上喺度執靚少少啦，咁啊首當其衝上邊咧呢度咧，我見到咧都可以用 Formula 01去幫到你嘅計數機嗰條 program Formula 01啊，咁所以個 A 位係4 B 位係負五 ，C 位係負21，咁所以呢度咧 factorize 佢，因式分解佢啦，咁你撳完機，你唔難發現呢個係 x 減3 y， 好啦，就再乘以呢個啦，就係4 x。再加7 y， 好啦，下面系咩嚟嘅咧？下面咁啊，做少少手脚啦，等你睇得嚟舒服啲啦。个五照射啦，嗱喺呢度咧，我会见到佢系 x 二次再减个九，可以变做33+9啦，即系三 y 成嚿嘢二次啦。嗱，睇到系 identity 恒等式未啊？就系、是、a 二次减 b 二次，咁啊，所以我都话恒等式 identity 无处不在噶啦，你唔熟都冇乜好运行噶啦 ，OK？咁所以上面我照抄就係 x 再減 3y 就再乘以 4x 再加 7y， 嗱下面啦就 over 返乜嘢呢？就照寫啦，就係、是、5啦，咁呢兩嚿嘢分別就係、是xa 二次減 b 二次啦，等於就係乜嘢呀？就係、是、a 減 b， 即係 x 再減 3y 就再乘以呢個嘅 x 再加三 y， 嗱希望你睇到啦，因为 identity 真系无处不在嘅，你应该都要熟噶啦 ，OK？ 咁所以最后睇下上下有冇嘢约咯，嗱我见到攞支绿色笔啦，我都见有啦，就系、是、x 减三 y，x 减三 y， 咁约咗变一，约咗就变一啦，咁所以下边即系乘一真系唔使乘啦，咁所以先写上边先啦，上边就系四 x 再加七 y。就再 over 啦，嗱而下面系咩嚟嘅呢？照抄啦，就系五乘一就系五啦，唔使理个一啦，就再乘以就系 x 再加三 y， 成件事搞掂。嗱呢个就系个 D part 答案啦。好，至于去到 F part 啦，E part 啦 ，sorry 啊，第 page 5 E part 喺呢度。嗱，如果你俾我做呢条咧，一样啦，就系睇下条题目先啦，就系、是、x 二次加十。x 加21 over x 二次减九，再乘翻乜嘢啊？就系、是、x 二次减六 x， 再减55，再 over 翻 x 二次加十二 x， 再加35。嗱，你俾我做咧，我就会咁搞啦，就系、是首先啦，就系、是、x 二次就再加十 x， 就再加21，就再 over 翻啦，就系、是、呢个嘅 x 二次再减九。好啦，就再乘啊，就系、是、呢个嘅 x 二次再减六 x， 再减呢个嘅55，就再 over 翻，
好啦，喺呢度啦，就係 x 嘅二次，就再加十二個 x， 再加三十五 ，OK？ 嗱，咁而事實上啊，我褪開少少啦，因為原來都唔係有幾夠位喎。咁啊，我當縮入少少啦，好嘛？夠唔夠咧？算啦，都唔好逼啦 ，OK？ 咁啊，呢撇嘢咧，我睇下一行寫啦，會等於乜嘢咧？咁其實冇嘅，下面就已經本身係一個 identity 啦，就會係 x 二次減九九啊，即係三二次啦，係嘛？咁所以下面應該係 x 減三，就再乘以 x 加三。嗱，我都唔同你廢話啦，所以我直抹啦 ，OK？ 好啦，咁啊，而上邊啊嚇，咁啊，佢係啲咩嚟嘅咧？根據翻 Formula 01，你可以撳機咧，繼續機幫到你啦。嗰條 program 係嘛 ？Formula 01 A 位係一 ，B 位係十 ，C 位係廿一。咁你撳曬，你唔難發現咧，呢個就係 x 加三，就再乘以 x 加七。好啦，中間係乘啦。咁啊，呢度繼續啦。咁啊，呢個撳機啦。如無意外 ，Formula 01啦 ，A 位係一 ，B 位係十二 ，C 位係三五。咁所以撳完之後咧，呢個咧就係 x 再加五。就再乘翻 x 再加七 ，OK？ 好啦，主分數線喺呢度。咁啊，上邊是什麼咧？嗱，上邊啊，咁啊，當然啦，亦都係方碼零一幫到你啦，計數機 program。咁啊 ，A 位係一 ，B 位係負六 ，C 位係負五啊五。咁所以你撳機咧，呢度應該如無意外咧，你都應該出到噶啦，就係 x 減十一。就再乘翻呢個嘅 x 加五啦。好啦，咁啊睇下佢有冇啲嘢可以約走咯噃。咁啊睇睇啦嚇。咁啊首先呢個 x 加三約走啦。咁啊變一，呢個係 x 加三亦都係變一啦。好啦，咁啊呢度冇嘢再約噶啦，留翻喺度啦。好啦，隔離咯噃。咁啊 x 加五可以約啦，同上下約啦。咁呢度變一，呢度變一啦。嗱唔好忘記再睇埋啊！仲有啲喎，呢個位同呢個位都可以約，因為中間係乘啊嘛，係咪？嗱，我刻意俾個紅色卡啦你啦，即係話紅色呢個同下邊紅色呢個可以約走，係咪？咁所以最後答案咧，乘一真係唔使理佢啦，都呼之欲出噶。上邊剩翻嘅就係呢個 x 減十一，轉翻支筆啦 ，x 減十一啦。好啦，而下邊就再 over 翻乜嘢咧？下邊剩翻啲咩喺度啊？當然剩翻嘅就係 x 減三啦，咁所以就係 x 減三。好，成件事搞掂。好啦，咁啊，仲有兩 part 啦。攞張新嘅單張紙啦 ，page six 啊，咁我留咗個 F part 喺度噶啦。嗱，個 F part 就係乜嘢啊？就係呢度啦，就係、問緊你嘅就係 x 二次再減呢個七 x y 再加十二 y 二次 ，OK？ 就再 over 翻 x 二次減五 x y 再加六 y 二次。好啦，中間係除啊，唔係乘啊，小心啲啊 ，OK？ 就除乜嘢啊？就係呢一個嘅一嚿嘢啦，就係 x 二次減九 x y 再加二十個 y 二次，再 over 翻 x 二次加三 x y 再加二 y 二次。嗱咁所以喺呢度咧，你俾我咧先抄題目先啦。咁啊，即係呢個嘅 x 二次再減七 x y， 就再加翻十二個 y 二次啦。嗱，就再 over 翻啊。咁啊，就係呢一個嘅 x 二次再減五 x y。就再加六 y 二次，好啦，中间就系除啦，除乜嘢咧？后边呢撇啦，就系 x 二次再减九 x y， 就再加二十个嘅 y 二次，嗱就再 over 翻啦，就系下边就系 x 二次啦，再加三 x y， 就再加呢个嘅。二 y 二次，咁當然啦。如果喺呢一堆嘢裏面嚟講咧，嗱我不如褪開少少啦。sorry， 冇咁逼啦。係啦，褪後少少啦。咁如果你俾我做落去咧，我自己啊就會等於乜嘢咧？嗱咁啊，我就會成個照抄啦，即係話呢一個咧成個照抄。再吸好少少啊！系啦，前面呢度我冇喐过噶，所以成个照抄。嗱，中间呢个咁嘅
除号呢我会变咗去做乘号啦。咁变咗乘之后呢，咁其实就係即係弄唔於将乜嘢呀，将后面呢一个呢调转啊，颠倒啊 ,ok? 咁即係话下面上下面变上面，上面变下面，即係简单啲讲啦，呢撇嘢。我就会点呢，成个照抄，不过就放咗喺上面。ok? 就再 over 返乜嘢呢，就再 over 返啊，就係、是上边就会变下边，咁所以我都照得佢啦，都费事抄啦 ，OK。咁啊，放好晒位，我哋就直接嚟噶啦噃 ，OK。嗱，咁所以喺呢度啦，如果你继续再做落去咧，你唔难发现，如果我哋揿机咧，摆明就系 Formula 01帮到你啦，嗰条 program 系嘛？咁啊，个 A 位系1，B 位系-7，个 B 位系-7啦，个 C 位系12啦，系嘛？咁所以喺呢度咧，你揿机你应该会出就系唔难，你会发现咧，发现到呢个就系 x 减三 y， 就再乘以呢个嘅 x 减四 y。好啦，就再 over 翻啲乜嘢咧？咁啊，主分数线喺呢度啦，就再 over 翻下边啦，亦都系揿机 formula 01啦。咁即系话个 A 位系1 ，B 位系-5，个 C 位系6。咁所以出嚟咧，应该呢一度咧就会系。x 再减三 y 就再乘以呢个嘅 x 再减二 y， 好啦，中间系乘，咁啊处理呢个啦，就系 formula 01啦，亦都系计数机帮到你啦，就系 A 位系1 ，B 位系3，个 C 位系2啦，咁所以如无意外揿机，呢个就系 x 加 y 就再乘以呢个嘅就系 x 加二 y， 计数机当然出呢堆啦，就再 over 翻。好啦，咁啊下面呢、這、一个，咁而呢一个亦都系 formula 01嘅数机条 program 帮到你啦 ，formula 01，咁啊揿嘅揿 A 位系1啦 ，B 位系-9啦 ，C 位系 20，OK？ 嗱咁所以其实真系简单啲讲啦，如果咁嘅状况咧，呢、這个就系、是x 再减5 y 就再乘翻 x 再减4 y。嗱咁啊，而事实上最后约嘢啦，咁啊睇下啲咩约啦，咁啊会见到上下 x 减三 y。x 减三 y 可以约走啦，变日啦。好啦，咁啊睇下仲有冇嘢约咯。诶，我见到啊红色部分呢度有个 x 减四 y， 哇，约好啲先。x 减四 y， 咁同呢个 x 减四 y 底下呢个约咗佢啦，系咪？咁啊约好啲啦。咁啊即系呢度变一，呢度变一啦。仲有冇啲乜嘢特别嘢可以约咧？咁啊断估都好似都冇啦，咁所以最后答案啦，咁我哋乘一真係唔使理佢啦，咁所以上面剩返嘅就係咩嚟嘅呢，就係剩返个 x 加 y 啦，即係呢个，同埋仲有就係呢、這个，就係、是、x 加 2y， 好啦，而下面就 over 返乜嘢呢，睇下剩返啲咩同埋照抄囉，嗱佢应该剩返嘅就係 x 减 2y，同埋仲有嘅就係 x 减 5y， 成件事搞掂 ，OK？ 嗱，终于进入最后一 part 啦，就係 G part， 即係 page 7啦，搞埋呢条搞掂啦，终于都，哇，呢度做咗好耐啊 ，OK？ 嗱，咁所以如果你俾我做呢条呢，咁啊，我都唔逼啦，咁啊，缩入少少写啦，呢、這个就係、是、成条题目啊。咁啊，睇睇先啦，就係、是、先观察个对手系咩先，係咪就係8减 X 嘅3次 over 5 XY 啦，就再除返乜嘢呢，就係、是、再除返呢一个嘅成嚿呢个，就係、是、2 X 减 X 2次 over X 2次 Y， 再乘返4加2 X 加 X 2次 over 2 X 2次加 X 再减 1,ok? 咁啊，抄抄佢先啦，咁就係8再减 X 3次啦，就再 over 翻个 5xy， 就再除啊，咁啊隔篱呢撇嘢啦，就系、是、2x 再减 x 2次啦，就再 over 翻，就会系呢个嘅 x 2次 y， 就再乘以呢、這个就系、是、4啦，再加呢个嘅 2x， 再加。x 二次，就再 over 翻2 x square 再加 x 再减一，
成嚿嘢生括弧。咁啊，如果你俾我做啊，我自己会点搞作咧？咁啊，我首先睇睇佢先啦。嗱，呢嚿嘢咧摆明就系有条 identity 啦，我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啊？就系、A 减 B 嘅A 三次减 B 三次，系咪就会系等于A 减 B 再乘以呢个嘅？A 二次就加 AB 再加 B 二次啊，咁所以即系简单啲讲啦，呢嚿嘢咧我就会转佢做，因为呢个八即系二嘅三次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简单啲讲啦，我会转佢做A 减 B 即系二再减 x，OK、okay? 就再乘以呢个嘅乜嘢啊？就系、是、A 嘅二次，即系二嘅二次啦，就系、是、四。就再加 AB 即系二乘 x 个 B 系 x 啊嘛，就再加呢个嘅 B 二次即系 x 二次啦，就系、是、呢、這个。好啦，咁就再 over 翻下边就系呢个嘅五 xy。嗱，唔好忘记啊，后边系咩嚟嘅咧？咁我除咗佢先啦。好啦，咁啊呢撇嘢你亦都可以用首先睇到啦，呢、這个有个 x 减好咗。减好嘅左右两边有 x 有 x， 咁我哋抽起个 x 啦。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呢一度咧就系、是、哇，好核突啊！我开翻中括弧啦，都系 OK。咁啊，褪过少少啦，偷啲位啦。好啦，开翻个中括弧。咁啊，因为呢度咧，我会想抽起个 x 啦，剩翻落嚟嘅嘢写括弧里边就系二减 x。好啦，就再 over 翻。下面是乜东东嫌西冲呢，咁我照抄囉，就係 x2 次 y， 好啦，再乘，咁啊呢撇嘢啊，咁啊你自己寫返靓佢啦，咁如无意外我自己呢我自己咋吓我就会见到呢，其实呢度有个4加 2x 再加 x2 次，呢度亦都有啦，我断估定间可以约走啊，所以我都唔搞佢啦，好嘛，咁我就照留佢喺度先，就係、是这个啊，就是再乘以乜嘢呢，就是这个成大嚿，就是4加 2x 再加 x2 次，成嚿嘢我俾个括弧佢啦。以下边就再 over 返啲乜嘢呢，咁啊冇啦，下边就係揿 formula 01啦，见面到啊，又係 program 帮到你啦嘅数机，咁所以 A 位系 2,B 位系 1,C 位系负 1， 咁所以你唔难发现呢度 factorize 完之后呢，因式分解完之后呢，呢、這个係 2x 减 1， 就再乘以呢个嘅 x 加1。嗱，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嘢可以约咗先啦，咁啊我会见到呢度有个x 啦，同呢度有个 x 二次啦，即系约走咗一个啦。咁所以即系简单啲讲，呢度剩翻一，下边剩翻 xy， 咁啊约走咗啲嘢先讲啊嘛，系嘛？咁所以喺呢度啊，今次我哋整靓少少咯噃，好唔好啊？嗱，咁就如无意外啊，前边呢撇嘢我就照抄噶啦，因为我都冇喐过啊嘛，系嘛？咁所以我 copy and paste 啦。咁啊 ，Mr. Wong 都懒猪猪嘅 ，OK？ 好啦，咁啊呢个除好我变佢做乘啦，点样处理个除好啊？就变佢做乘啦。跟住上边呢堆嘢咧就调转乘咯，系嘛？即系简单啲讲啦，喺下边嘅你就会变翻去做喺上边。咁所以下边嘅就系呢堆啦，咁你写翻喺上边啦，就系、是、分别就系咩嚟噶 ？XY 就再乘以呢一个啦，就系、是、呢堆嘢啦，就系、是、2x 再减一。就再乘以 x 加1，好啦，就再 over 翻。嗱，当然啦，喺原先喺上边嘅呢一堆咧，就掉咗落去下边噶啦。OK， 咁啊就系一乘以二减 x， 即系二减 x 啦，就再乘翻呢一嚿嘢，就系叫做四再加 2x 再加 x 嘅二次啦。咁啊，拉翻好条数先啊！嗱，咁我哋继续去噶啦噃，咁啊，睇下有冇啲乜嘢特别嘢可以约啦。嗱，首当其冲，中间系乘嚟噶嘛，咁所以呢嚿嘢上面有，下边亦都有呢嚿嘢，咩四加二 x 减 x 二次，我第一个搞掂佢先啦，系嘛？上下有咪约咗佢咯，呢度变一。呢度亦都變一啦。好啦，咁跟住之後仲有啲乜嘢可以約呢？我亦都見到有個紅色部分二減 x 上面有，咁啊下面亦都有二減 x， 大家約咗佢咪變一咯，變一咯，係嘛？好啦，咁啊仲有冇啲乜嘢特別嘢可以約呢？粉紅色嗰度有 xy， 有 xy 約咗咪變一，
約咗咪變一啦。咁所以最後終極答案咧都呼之欲出噶啦。咁啊寫翻靚佢啦。最後終極答案就會係咩啊？上面剩翻嘅就係呢兩個，就會係2x 減1就再乘翻個 x 加1。OK， 咁啊而下邊啦，咁啊就會係咩嚟嘅咧？咁啊就再 over 翻啦。下面剩返嘅應該剩返個5啦啩，啲乘一唔使理佢啦，咁啊所以住下面就 over 5，咁就成件事搞掂咗㗎喇噃 ,ok, 得唔得？嗱好啦 ,check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喇噃 ,ok, 好，咁啊俾你望一望下，輕輕望下個答案啦，係咪啊？咁啊如果你有需要嘅自己停咗熒光幕佢慢慢睇啦 ,ok, 咁啊 payback 返俾你咁解啫。好啦，咁啊 check check 睇下有冇问题啦，如果冇嘅今日到呢度㗎喇噃 ,ok? 好，多谢大家今日嘅收睇啊，嗱希望下次有缘嘅话我哋再见啦，拜拜。